前是我太盲目了，差点丢了自己。我要变得闪闪发亮，你才会注意到我。那也挺疼的，不舒服。站住啊！开始走，我走错地方。早啊。早啊，唐总。哎呀。
唐鑫啊，还是有点难受。要不，要不你帮我倒杯水。有点难受啊。你还想喝水啊？你继续演吧。你演技这么好，当什么制片人？你干脆直接出道当演员算了。你发现了？你怎么发现的？看到了吧？本来啊，我装这个摄像头是为了观察花卷的，没想到你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啊！啊，我还得好好夸赞你呢，做的这么严谨，生怕我发现水少了是不是？给我回去。哎，这事儿我可以解释。你要解释就赶紧解释，别给我整这些开场白。昨天。我确实是喝酒了，也确实有些上头。也确实骗我的呀。唐鑫，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吗？不管为什么，一分钟都不许在我家待了，回去。不是，回去。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现在只想你出我家的门啊！快。立马给我出去！哎，你家住在对门，出去。丁丁，你们哪来的？你们没有你们。哎，是不是你们？什么你们我们？小孩别乱想。给你看个东西。哎，我还没换鞋呢。哎呀，无所谓，马上就走了。来，那剧本。这个是做一个梦给你的剧本。我三年前练手写的，你快看看。三年前，我记得我刚写完这个小说的时候，我就特别希望有人可以把它给拍出来。可是我读的是中文专业，对影视创作根本就不了解。正好，我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人，我就特别希望自己也可以变得闪闪发光，配得上他的优秀。所以啊，我就从一个编剧小菜鸟做起，慢慢学习，慢慢积累，一直到今天。编剧已经是我所热爱的事业了。我也希望你可以早点找到你自己热爱的事业。所以，
那个人是谁啊？初恋？我，你这个死小孩怎么那么会抓重点？走了，上班，今天拿回去看啊。必须被我说中了。什么是不是啊？早，陈秘书。唐总，早。早。行，还别说，戴眼镜还挺帅。谢谢唐总。唐总，嗯，早上财务给我发奖金了，说是您给授意的。我想要。不是，不，当然想要。唐总给我发多少，我就拿多少。嗯。唐总，我给你倒杯咖啡去。好，谢谢。我要郑重地宣布一件事儿，我要去演《做一个梦给你》的女主角了。这是我23年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。我本来先把大家都叫来当面宣布的，但是又有点傻。我这就安排人拟合同。欢迎你的加入，陆大，以后多指教啦。哎，好消息啊，我们有女主角了。啊，看手机群里。哦，丁丁，你这么快就想通了？其实昨天见了陆导我就差不多想通了，今天看了你的剧本，我就更加坚定了，我也要做闪闪发光的女孩。哦，对了，剧本一点都不幼稚，我很喜欢这个版本，我觉得结局比书里好很多。剧本？什么剧本？就是3年前我练手的时候写的《做一个梦给你》的改编剧本。你3年前就写过剧本了？那你不早点拿出来？我这不是觉得当时写的不太好吗？所以就……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拿给我看看吧。等等，是拿给我们看看，哥，我来了，不是说好了吗？明天给你，怎么那么着急？我都跟沈飞约好了。哎，不用换鞋了，你不是跟人约好了吗？直接去吧。啊，哥，你也太势利了吧！我是你亲妹妹啊。亲妹妹有长大了的时候，该有自己的生活了。去吧，快。我喝口水。我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找沈飞喝水去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
小霸王。嗯。你剧本最后的涂抹，涂抹掉了是什么呀？我随手涂抹的，能有什么呀？丁丁把剧本给你了。嗯。那你快还我。其实当初的改编还不错，可以跟现在的结合一下。真的吗？你不是小霸王吗？应该自信一点。唐鑫，哎，我知道你只把做一个梦给你当做自己的亲儿子，有很多想法，也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不是，是不是唐玉跟你们说了什么呀？是，他刚给我们打电话。哎，不是，他的话你们别听。我自己那版剧本我知道，他确实真的不太好，然后他也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需要改进，我就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演了啊！你的剧本呢，我和老冯都看了，我们俩啊和唐玉的意见基本一致，希望能以这一版作为基础重新修改故事大纲。哎，麻烦你下次沉住气好吗？我还没演完呢。老冯，我发现你最近怎么心这么大呀？哎，我觉得啊，干脆你就给自己写个角色，你演个痛快算了。哎，可以啊。不是，等等啊，等等。所以，你俩的意思是？我们俩的意思是，你的出版剧本虽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基调基本上就是我们想要的。对，而且经过前段时间的磨练，你的编剧技能已经很娴熟了。哎，别骄傲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回归初心。对，这就是你作为原著作者最大的优势嘛。我觉得剧本这个东西啊，别想得太复杂了，有时候你的真诚比技术更重要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好，唐玉那边呢我也聊好了，先签丁丁的演员合同，投资合同呢要等时光影业那边股东会过会了，我们就能立刻签约。唐鑫，拜托你了。谢谢陆导的相信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哎哎哎哎，不光有陆导吧，不光有陆导，还有我呢。美女编剧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我真的会好好努力的。喂，唐鑫儿，怎么啦，大明星？你快看微博，有人污蔑你抄袭。抄袭？什么抄袭？你赶快上微博呀！有一个叫莎士比扬的博主，半个小时前发了一个微博，说你的小说是抄袭了一个叫什么“一念三生”的书。我刚看的时候评论才十几条，现在已经有200多条评论了。小说出版的时候怎么不说呀？现在看我们唐鑫大大火了，跑出来碰瓷儿，坚决保护唐鑫大大。无凭无据就泼脏水，我站唐鑫，有本事把证据贴出来。唐鑫大大赛高，恶心的营销号趁早自首吧。不过就是一些营销号在作妖。丁丁啊，你以后可是要当大明星的人，万一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可千万别慌张啊，习惯习惯就好了。嗯，也是，看来大部分的人还是比较理智的，但是这些人也太可恶了吧。干嘛平白无故的抹黑别人啊？我还没说你呢，为什么平白无故没事总是在微博上搜我呀？你该不会是暗恋我吧？我又不是我哥，这是我身为你粉丝头头的职责，我要随时帮正主肃清网上的流言蜚语，还网络环境一片清风。好，你就继续做你的网络清道夫，我明天还有剧本会要开，还有两场戏没改呢，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拜拜。好。阴阳怪气大师啊！哎呀哎呀，你们看什么呢？哎哎，小唐，来来来来来，
来看看。看什么呀？再见，周家路。周家路，女主我们不是定钉钉了吗？还对他有印象？看看。没有，用肯定是不会用他了。但是这小丫头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话里话外都对我们特别不友好。网传您之前放弃跟时光影业合作的机会，是为了争取陆之行导演那边一个最近热度很高的项目，但项目的选角迟迟没有官宣，粉丝都很关心双方谈的究竟如何，请问您方便透露一些信息吗？之前我确实有意想要出演你说的这个电影，不过我的团队在选择作品上很谨慎，出于对观众和粉丝负责任的一个态度，目前不太考虑和陆导在这个项目上合作了。您是说这个项目有问题，是网传的抄袭问题吗？网上空穴来风的消息很多，我也分不清真假，不过作为一名演员，我真的很在意自己的艺术生命，所以有类似传言的项目还是要小心考量的。您方便再多事情的真相，我相信陆导一定会查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聊聊别的吧。好茶呀、啊！别看了，无聊，都没工作了是吗？散了吧，拿电脑，快干活。哎呀，小唐、这种人啊，就是无聊，博人眼球，跳梁小丑，要不然一般见识。话说的滴水不漏，明明是我们没看上他啊，今天自己架那么高，脏水都往我们身上泼。他这么说会对我们有影响吧？能有什么影响？哦，就他说的那个什么抄袭问题，我都没听说过，你看过吗？我之前看到过一次，不过我当时没在意。写书的时候撞梗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啊，之前没人在意，现在估计是看热度上来了。就是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过我敢保证，我可没有抄袭别人的书，每一个字都是我自己啊亲手码出来的。行，我对你绝对信任，不要胡思乱想的啊，开会。我不同意啊，它是个定位问题啊。这几年唐总一直也在强调着公司的定位问题啊。那时光这个词出现在这个行业里头，那就是品质男性向的标杆啊。您现在要花1亿去投什么情情爱爱小女生的项目，咱们的观众能买单吗？邱叔叔说的对，没错啊。哎，老胡，大家都是自己人啊，讲一个老实话，我确实没有一任女朋友愿意花钱去电影院看咱们自己的片子啊，而且这次项目原作者也是现任主编唐鑫，那也是咱们时光走出去的人才啊，是不是？那之前在咱们公司跟项目的时候，你不怕老夸他吗？能力强，有想法。郑总，你不是也说过吗？但是最近我听说这个唐鑫啊，跟咱们唐总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。唐总，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，做这么冒进的决定，到时候承担风险的可是我们大家伙啊。从接手时光以来，我们就一直在有社会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前提之下，突破和开发了男性市场。这条路这些年我们走得很稳，也很扎实。这离不开在座的各位的功劳。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我们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圈里不走出来，那么这条路将会走窄，甚至于走得极端。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部好的爱情电影来收获很多女性受众，这才是之后我们时光要走的。大家请看，这是关于《做一个梦给你》这本小说在网络上的热度、话题度、受观众喜爱程度的整理分析。可以看出，左边这部分指的是《做一个梦给你》的受众群，而右边这一部分是时光主要的受众群。从图中可以看出，时光主要的受众群跟《做一个梦给你》的主要受众群是不同的两部分人。我们针对《做一个梦给你》这个项目的未来市场贴合度也做了分析，可以说唐鑫加陆之行加时光的合作模式可以极大的吸引更多的观众，让他们有兴趣也愿意进入到电影院里观看这部电影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舒适圈不舒适圈的我不懂，我的意见呢就一个，别折腾。对，折腾
就容易闪着。现在电影市场多难做啊，一步走错，哎，能不能回收成本咱先不说，时光的牌子那可就砸了。咱们这么多年一直深耕在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它不好吗？何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呢？我相信贾总一定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富贵险中求。如果说放眼整个行业，大疆一直压着我们时光一套，不突破未尝不可。但是在座的各位就真的想要做这个千年老二吗？千年老二不也挺好的吗？嗯，做一个梦给你，我会亲自担任制片人。我做制片人的电影陈静子上，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很清楚。开始表决吧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哎呀，这个要是老唐总在的话，我觉着他是不会同意这么冒进的投资的啊。我觉得也是。唐总，什么事儿？有件事我想跟您汇报一下，要不？没关系，说吧。做一个梦给你上热搜了，涉嫌抄袭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不知道。就是啊，抄袭？这，你看看，不能吧？哎呦，这真是，是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？哎呀，这个项目还在开发阶段，热度不应该一下子这么大而已。知道什么情况吗？是周佳璐，她刚结束了一个直播采访，在采访里，她提了一句。先去吧。唐总啊，这个原著小说涉嫌抄袭的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大家都知道啊，我觉得您应该把这个问题处理清楚了咱再聊别的吧。这件事情我会先调查清楚，下次股东会上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哎哎，那我们等着啊。这不就是涉嫌抄袭那本书吗？是啊，现在还在热搜上挂着呢。我前两天就关注了，还特意去看了那个《一念三生》，你别说，设定还真的一模一样。哎，我看这个作者就是太想红了，要是低调点，说不定还没人出来报他。嗯，这些书才翻火多久啊，这就撤台了？听说出版社再版的发行量挺大的，这不血亏吗？还不是他们自找的，要不就是编辑出书之前功课没做够，要不就是出版社和作者蛇鼠一窝，早就知道他抄袭了。听我给你们念念啊，一念三生第一章发表时间是比做一个梦给你早发表将近两个月，后者开始连载时一念三生已经提出了完整的世界观设定，以下是网友整理出来的时间线。哦，就因为唐鑫晚发表了一会儿就说唐鑫抄袭啊，这算什么证据吗？这打官司他也赢不了。丁丁，你别在这绕来绕去行吗？我脑袋都疼了，咱先坐会儿啊。所以他们并没有打算起诉，走法律流程。哎呦，你说的轻巧，就算不走流程啊，网络上那些流言蜚语都……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现在网上一片混乱，说唐鑫恶意抄袭的，还有无脑黑的，还有路人凑热闹的。眼看唐鑫的粉丝都撑不下去了，唐鑫，你看，你的粉丝都已经掉了一半了。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怎么听风就是雨的呀？这跟网暴有什么区别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好吗？你别一点就炸行吗？你先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老陆，我觉得丁丁吧说的有道理，这局面再这么往下发展的话，就是要失控的意思。咱除了不打官司，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我来发声明吧。
没有做过的事情我问心无愧，我也不想一直缩着。对，咱们不当缩头乌龟，那些网上说什么咱们不敢出面解释的，咱们现在就打他们脸。行，那先这么办吧，看看效果啊。嗯，都21世纪了，不知道发澄清文之后下一个流程就是打脸吗？哎，他急了，他急了，估计到手的钱打水漂了。陆导快逃，不要被这种女人蒙蔽心智。说什么纯原创，纯原创比人家晚发表2个月还壮个，真正有本事再原创一个呗。这跟入室抢劫有什么区别啊？就该给他抓起来。过来一下。唐总，一念三生这本书版权在哪家公司查到了吗？没查到，可能是没有卖出去，也可能是买家没有公开。一个小说作者，就算加上周家路煽风点火，也不可能掀起来这么大的风波。再去查一下，网上最先提出来抄袭的营销号背后是谁？明白。陆导干嘛要转开微博？抄袭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儿，这下好了，拖陆导下水甩都甩不掉。现在呢，网友个个都是正义的化身。唉，他已经遭全网抵制了，这电影要是上映的时候遭全网抵制，说不定成本都赚不回来。欣欣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看整个人。哦，我总觉得他说话就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你说是吗？我今天晚上回去再想一想吧，想完了之后我明天跟你对一下。行，那我先去忙其他的了。嗯。喂，小唐心，你还好吧？哦，我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那个，哎呀，就是主编刚下午找我谈过了，说你再版的那篇小说得暂时下架了。高愁也得暂扣，不过我跟他争取了。可你也知道，出版社也担了成本，现在又出了这档子事儿。哎，没事。这不挺正常的吗？是我不好意思才对，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。唐鑫，我这儿有点事，我们之后再联系吧。走，送你回家。好。其实你真不用陪我，我没事。我可不是来陪你的，我是来蹭饭的。嗯，哥。哎，来了。你们兄妹俩搞什么呀？我哥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一天没吃东西，准备为你和我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切牛排呀、啊，味道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差一样东西，来。要不我还是走吧。让咱尝尝。嗯。
丁丁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吃饭。好啦，那我先回去了，你们不要送了。嗯。你有什么事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要是我没接的话，可以去找我哥。我送送你啊。不用送了，你快回去吧，去送唐鑫。拜拜。注意安全啊，大家告诉我。走吧，送送你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本来都没什么胃口，晚饭都不想吃了。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其他的事情啊，都不需要你操心。可是这本来就是我的事啊，现在陆导、出版社都被我连累了，好险你投资还没进来，要不然也被我拖下水了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不怕。你相信我吗？任何时候，我都相信你。你们都那么相信我，我却一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。小姐。你刚刚进这个圈子不久，很多背后的盘根错节你都不清楚，事情的根源本就不在你，很快就可以解决了，放心吧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回吧。一念三生的版权应该也卖给了大江，帮我约一下主家，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。明白。唐总啊，我之前约你好几次想跟你谈合作，你都没有空，今天怎么有空主动约我呢？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您聊聊最近很火的那件抄袭的事情。这其中一本小说《一念三生》的版权在你那儿，而且已经启动开发了。不得不说你真是有通天的本事啊，什么内部消息都瞒不了你。哎，不过我要说明一点啊，我们可没有抄袭别人，是别人抄袭我们。哼，这么自信啊？那当然了，这网友们不是已经把证据一条一条的都罗列出来了吗？哎，倒是唐总，这个小说的版权不是已经不在时光了吗？你怎么这么关心呢？我们时光要全额投资这个项目。唐总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污点作家抄袭的小说，怎么还有人上杆子给投啊？钱多烫手吗？两本小说，一定是其中一本抄袭了另外一本。我相信唐鑫没有抄袭，就是不知道朱总是不是相信自己的作者。可是网上的舆论那是我们占优啊，难不成唐总有什么办法扭转这个局面吗？舆论不是您一直在操控吗？最新引发抄袭话题的营销号也是朱总那边的，我已经都调查清楚了，证据也在我手上。其实啊，这买几个营销号算不了什么大事，重点是营销号上他说的都是真的呀。就算是你把手中的证据全部曝光了，那受影响的那还是你们。我刚刚说过了，我相信我的作者。如果说朱总不打算撤掉那些舆论，我只能走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事情。那这么说，你今天约我来是先礼后兵喽？今天只有礼没有兵。
前面是一个大坑，您是避开它还是往里跳，您自己考虑清楚。陶冶老弟啊，比我年轻十几岁，这火力啊是比我旺。咱们退一步说啊，就算是我撤了营销号，但是网上的声势他已经造起来了，这一点你考虑过没有？还有就是啊，我就不相信你们时光的股东会同意你投资这个项目，你可不要把自己逼上绝路啊。看来今天我是劝不动朱总了。爸，我回来了。突然看起来爱情片了。听说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个，我也得与时俱进，学习学习。您都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是你要砸一个亿投一个你之前嗤之以鼻的爱情片，还是你要带领使馆转型，走出舒适圈？不是转型，只是希望能够拓展一下手中，超过大江不也一直是您的目标吗？叔叔，饭做好了。你回来了，那咱们正好开饭。你怎么在呢？我爸，哥，我今天也乐了一手，你们快来看。那本书抄袭了吗？绝对没抄。没有，那你也不发声不表态。证据也是没有，态度也没有吗？我和黑手一时找不着，明面上的打手还能治不了了。哎呀，来嘛，吃点东西，也总不能一点都不吃吧？来，不吃了，气死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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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买水军犯法，他们不知道吗？惹急了我就把他们都给告了。这个大江影业这么厉害？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，你醒一醒啊，唐鑫！你要这个时候打退堂鼓，那你就是官方认证的怂货，明白吗？可不是嘛，唐鑫，那可是你亲儿子，你这个当亲妈怎么能认怂呢？不行，你赶紧给我站起来，给我振作起来。可我不能连累所有人啊。这如果是我自己，我就是到网上去一条条的澄清、评论、起诉、打官司，我都不怕。可是现在这个事情牵连了太多人，我总不能耗费所有人的心血来为我买单吧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上大学的时候不是有一份手稿吗？你上课的时候总是勾勾滑滑的，老被老师批评。手稿呢？手稿呢？早就不见了。那你能找着吗？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唐总好。唐总好。唐总啊，抄袭这个事情对项目的影响那可不止一丁半点，所以这个项目的投资啊，我绝对不赞成。对，我也是一样的意见啊，相信老唐总在的话也是不会赞成的呀。那肯定啊，所谓抄袭都是一些恶意的评论，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证据啊。这有证据你为什么不发呢？就是啊，这唐总现在的舆论一旦坐实了，结局很难反转。再说咱现在有项目，何必趟这趟浑水？难道真像外边说的，你跟这唐鑫有不一般的关系？哼。我以为上次的股东大会我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。投资这个项目是为了时光的长远发展，跟我与唐鑫的关系无关。至于抄袭事件，我们已经着手在解决。我绝对不允许任何恶意炒作的人影响到我项目的正常进程。高恒，在，去起草一份股东大会的文件。
如果这个项目将来让时光产生任何折损，我立刻辞职。多幸运。